Welcome to English class again. Today, the topic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s Lesson 9, The Magic of Science. 叫做科学的，哎呀 ,magic, 魔术。同学喜不喜欢变魔术？哎，听说你们要表演变魔术，对不对？好，变魔术很多啊，可以把有形的然后变不见啊，或是把没有东西再变出来啊。所以最好是在考试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答案变出来，对不对？好，太棒了。来，同学 turn to page 154, 154页。Paragraph first, things often have more uses than you could ever imagine. 他说事情啊，通常啊，东西物品有比你想象多的用处用法 uses， 同学你把 more than 画起来，比点点点还要多。你以为水就只能拿来喝吗？同学，水不能拿来浇花吗？好，它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功能啊，它还可以做什么？它还可以载舟啊。同学，水还可以做什么？对，它还可以覆舟。哎呀，所以它的用法超出你可以想象的。Some common things found around your house can almost perform magic when you know how to use them.然后有些你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东西 common things， 同学写一个 s 哈，然后同学它的动词在哪边呢？动词在下一行 can perform， 同学写个 v 哈，所以同学一个句子只可以有一个动词，所以中间的那个 found， 同学好打括号打 house， 拉个箭头到前面的 things， 这边的 found 省略了 which are， 你把它补上去，所以。就只能用 PP 啦，在你房子四周围找到的一些非常看似普遍的东西，它其实，哎呦，他有同学，原来你住在哈利波特村啊，原来他可以表演魔法 ，perform magic， 他可以施展魔法 ，perform。当你知道 how to use them， 当你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化身为哈利波特喽，好同学，所以想要当哈利波特吗？好，仔细听，你就可以变了。然后同学这边的 how。然后后面接 to 加原形 ，to 加原形叫不定词，合起来它就是名词片语。所以同学，你从 how 打括号到 them， 然后下面写个受词，名词片语当 know 的受词，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如何使用它们。好 ，take warm water for example，take something for example， 划线，举点点点为例。好，我们现在举第一个例子哦，好，同学，你拿起色笔 ，warm water 写个一。那接下来会讲好多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 warm water， 温水。同学，水可以做什么？啊，对，刚刚讲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很好，你有仔细听啊。You can use it to wash your face, or you can add some salt to warm water, and then gargle with it to soothe your sore throat. 好，他这边哦，举出非常平凡的哈，你化身为哈利波特之前，要先当平凡人，平凡人当得好，才可以当魔术师，你知道吗 ？Magician。好，那个水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功用很多，第一个可以拿来 wash your face 洗脸，或者是你可以 add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同学你把 add to 画起来，把 A 加到 B， some salt 写个 A， warm water 写个 B， 把那个盐巴加到水里面，同学变成什么？对，很好，变成盐水啊，废话，难不成变成糖水吗？好，然后呢就可以 and then gargle with， gargle 漱口， with 用它来漱口，同学那个它是谁？糖水吗？不是啦，刚才变成的盐水好吗？好，用盐水来漱口可以做什么呢？ soothe your sore throat， sore 酸痛的 throat 喉咙，可以用来缓和你的痛喉咙，就是你喉咙痛的时候拿盐水来漱漱口啊，这样就会有神奇的效果，真的吗？下次试试看。好 ，However， most people don't know that there's another thing warm water can do， make a tangerine taste less sour。好，同学前面那都是讲 common uses， 你知道的。然后后面要讲不知道的，所以中间用 however 语气转折哦。后面要开始讲你不知道的其他的用法。然后同学，你从 warm water can do 打括号拉个箭头到前面的 things， 有一些事情是那个温水可以达成的，然后你不知道的。同学这边的 that 是可以省略的，为什么呢？它是接在 do 后面的受词哈，冠带是受词，冠带可省略。好，再问你一个。普通的问题 ，that 可以改成 which 吗？当然可以啊，先行词是东西。好，所以 make a tangerine taste less sour， 同学 make 使役动词，让点点点尝起来怎么样？同学那个 taste， 麻烦你写个 vr 就是原形，让那个 tangerine。橘子啊，同学不是 orange 哦 ，orange 是柳丁，橘哪一个比较大颗？
啊，对呀、啊，那个字母拼起来比较长，就比较大颗啊，所以 tangerine 比较大颗，这样可以哈，橘子比较大颗啊。然后呢，可以让那个橘子 taste 尝起来。同学，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役动词啊，不，感官动词的用法。同学，感官从我们的眼睛 look， 鼻子 smell， 耳朵 sound， 舌头尝起来 taste， 还有你的皮肤。feel 好，同学自己写啊哈，这些是感官动词后面接形容词。他说可以让那个橘子尝起来比较不酸，那个 sour 的形容词比较不酸 ，less sour。It is very easy to impress your friends with this little trick。好，同学，你如果下次拿到一颗哦，最近在吃橘子啊，哈，那个橘子好酸哦，那你要怎么样让它变不酸呢？很简单哦，同学，你从 to 括号到句尾，拉个箭头到前面的 it。那个 it 是虚主词，然后你打括号那边是真正的主词，所以这句话是这样讲的 ：To impress your friends with little trick is very easy。好，如果这件事情很简单呐、啊，什么事情？如果你要 impress with 画起来 ，impress 使某人印象深刻 ，impress 后面接人 ，with 后面接东西，用这个东西让你的同学印象深刻，用这个小把戏 little trick。Just prepare some warm water that is around 40 degrees Celsius and put a sour tangerine into it for a few minutes。好，该怎么做呢？好，仔细记好，下次要变魔术，这样很简单呢，橘子跟温水就可以变魔术了。你要先准备 prepare， 准备一些温水 ，that 括号到 Celsius 拉。个箭头到前面的 water around 大概 about 大概40度 C 的水啊，然后呢把它 put something into， 把什么东西放到什么东西里面，你把一颗酸的橘子把它丢到那个 it 是什么哦，温水啊，哈，温水可以拿来做什么？煮青蛙，答对了哈，温水可以拿来煮青蛙这样哈。然后呢，哈，然后后面要放多久 ？A few， 来复习一下 ，a few 叫一些啊，哈，一些后面接 c n 可数名词。来，我们比较一下，看一下你的 PowerPoint，c f 就是比较。如果你是 a little， 它也是一些，但是记得后面接的是不可数名词哈，记得要一个 few， 一个 little， 眼睛睁大。好 ，Then tangerine will soon become much sweeter as if by magic。仿佛是魔术一般 ，as if by magic。他说那个橘子啊就会变得比较甜哦。同学，我们复习一下，有几个字后面接比较级，还记得吗 ？F E S M。好，同学自己再附送背一下。F 叫 far, even, still, much。好，同学后面比较级什么意思？你把 sweeter 的 er 圈起来哈，你不加 er， 在前面加个 more， 那个叫比较级。他说这个橘子就会变得比较甜，好奇怪哦，酸橘子会变甜橘子哦，真的吗？好，真的有那么甜吗？是吗？好，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好，往下。How easy it is to improve the taste. 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容易，同学 ，How easy 是多么的容易啊 ？How 是副词，所以后面接形容词。好，什么事情呢？同学，你从 to 括号到 taste， 拿个箭头到前面的 it。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容易啊，什么事情呢 ？To improve the taste， 你要改善那个口味，把酸的变甜的丢到温水里面去就好了，好简单呢。If your friends are surprised, show them how it works。好，如果你同学被你吓到的话，你就示范给他看啊，要不然他说你作弊这样。来，同学 ，show 后面接人，你从 how 打括号到句尾，下面写个事情，告诉某人，给某人看什么样的事情。好，同学，那个事情是要先写 how， 再接主词。动词，同学那边的 work 不是工作哦，是运作。你可以给他看看啊，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它是如何从酸变到甜，还是舌头坏掉的那条尝不出来。好，下一句话起来考翻译。The tangerine tastes better than it did before because the warmth of the water makes it seem less sour. 好啊，他说那个橘子啊，尝起来比较好哦。taste 再复习一下，后面接形容词，尝起来比以前的好。同学 ，better than 画起来。比较级好，比以前的好。同学，以前是怎样呢？那个 did 就是 tasted， 比他以前尝起来的还要好。代替之前讲过的动词，同学你用助动词就可以了哈。过去的助动词用 did， 为什么呢？后面接原因，因为那个水的
水的温度，同学 warm 是形容词加 th 就变名词哦，水的那个温暖度让它变得比较不酸。同学那个 make 翻译成使，翻译成让，所以它是实义动词，所以 seem 写原形，让它似乎 seem 似乎后面接形容词，让它似乎变得比较不酸。 The fruit becomes sweeter not because it produces more sugar, it tastes sweeter because it contains a lower level of sourness. 好，他解释哦，其实没有那么神奇，因为那个水果啊变得比较甜，不是因为 not because 不是因为它制造了很多的糖分，而是因为 contain 叫包含 contain a lower level of 什么点点点的程度，它包含的比较低的程度的酸。同学 sour N-E-S-S 圈起来好， sour 叫酸好，它的名词加上 N-E-S-S， 它不是把糖丢进去啦，它是变得比较不酸而已。 好